我们要保护青耀，是咱永兴集团今年多真重要的代志啦。爸，可是野猪啊！爸爸，赶紧回，你去上班，你回家哦。爸，你赶紧来，我来救你啊！臭鸭，你的真心啊，臭鸭！这台礼物，那敢不敢看啊？敢看就是你哥。可能这一定有问题，这不可能要坏。 三立台湾台30周年大戏《天道》。这招鬼啊，我传的曼谷的夜景好不好呢？讲什么哦，是假的800万的夜景啦，当然是过去哦，都变作是1000万的夜景啦。哼，看到你嘴角全破了。How dare you drug me, bastards！ 老公，就查某囡仔咧，嘴笑目笑啦，你袂输干那咧，川剧变脸。 心中皮薄菜哈，根本是恁爸爸在家帮你太苦，安怎？是你，我那就办法改。这台礼物，那敢不敢管啊？你就是我的叔叔娘娘，这一切三十一年我都找无好心的过啊！那个救爸的人，敢真正是爸失踪的苏锦州？严格讲起来。 阮婿才是真正的嫌妹仔，你甲我只是干爸顾母的兄弟，平常时我会惊你死死啦，若叫我爸爸啦，真老可怜，不是已经做过啊，今日到我已经做地方，搁陪转来，你老可怜哪话呢？啊啊！